Hello，Lisa姐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荣幸今天可以采访到你啊！哦，我都好开心，系。咁今次系你第几次嚟多伦多咧？今次系我第二次嚟，上一次咧我就喺呢个 Rama Casino 嗰度做演唱会，今次系第一次嚟呢个万锦池演唱会。哇，欢迎欢迎！咁你中唔中意我哋多伦多，或者有咩感受咧？非常中意，虽然啊，我未嚟之前咧，好多人都会吓我系话呢度嘅气温系40几度吧，好热嘅，同我讲。咁我都有多少惊啦，因为我哋新加坡热到惊啊。点知嚟到并非系热嘅，我都会着长袖衫啊咁嘅，夜晚我都要着厚衫出街嘅，所以我非常中意呢度嘅空气。系啊，我哋嗰个名朋友咧都非常之开心，你可以嚟到多伦多可以演唱会啦。多谢。咁你可唔可以帮大家简单咁介绍下今次演唱会你想识嘅地方咧？今次演唱會啊，就上一次我嚟齊同大家另外一個遊馬齊唱嘅，咁今次咧係我自己個人嘅演唱會，都有幾個嘉賓。咁咧，我將會唱27首歌啊！咁今次有咩特別咧？我咧就每次咧我都係同嗰啲觀眾啊傾得閒偈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嘅分水嘅經歷，所以好特別嘅。係啊，好期待啊！係。咁你可唔可以即係列舉幾首歌迷朋友非常之熟悉嘅歌手咧？我相信他們大家都熟悉相思雷同百花亭之戀，對不對啊？是啊是啊是啊。咁今次咧，對比起你在其他地方咁樣，有冇加啲咩新嘅地方？加咩啊？新嘅地方有啊。喺上個月咧就啱啱做演唱會喺呢個溫哥華嗰度，係。是River Rock Casino， 是不是这样说？是的。今次关于这个演唱会呢，你还有什么希望大家一起分享和知道的呢？因为你这么远飞过来，我们知道你都很辛苦。就是我刚才讲了，我会分享我的人生即是分水的经历，这个是很多人 很希望知道的，因为在香港呢很多人都已经知道，但是这里多伦多我相信很多人都还要知道，对不对？是啊是啊，好期待可不可以分享一点点，就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小小的很长的十几年了，所以即是节目预告。是啊，我希望大家来看我的演唱会，那就听多些我的分水的经历。这个歌后丽莎小姐自我介绍。嗨，我是丽莎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今次咧係我第二次嚟多倫多，上一次我嚟嘅時候咧就喺呢個Rama Casino 度開演唱會，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喺呢個萬錦市劇場開演唱會。今次咧不但止開演唱會，仲可以做慈善，所以我非常開心。咁我哋嘅飛咧剩翻非常非常少，如果邊個有興趣咧？快啲去撲飛㗎啦 ！OK， 希望大家嚟支持我，多謝。